大家好，我是彭少。很多用户习惯于360或者2345导航页，是因为所有的网站快捷方式用起来比较方便。但过于杂乱的网页界面，就算用广告过滤工具一一拦截，也无法满足大家真正的喜爱标准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浏览器新标签页扩展，叫做千山。大家可以直接到谷歌应用店搜索安装。如果没有谷歌访问权限的小伙伴，可以在我公众号回复谷歌助手获取一款访问插件，安装完成就可以顺利打开谷歌应用店了。可以看到这款新标签页是非常的简洁干净，虽然背景图片不能更换，但对于真正的办公人员来说是不太会在意这些美化效果的。恰恰相反，我觉得当前的图片呢，对于这款扩展来说刚刚到位，让整个界面不再单调的同时还不会过于抢眼而影响大家的注意力。作者已经对常用的一些网站做好分类，当然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对所有内容进行更改，并对常用的站点添加快捷键，编辑完成，点击更新，退出自定义模式即可生效。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指定的快捷键打开任意网站，比之前方便很多。还可以点击类别名称，一键打开所有相关站点，这在我们个别工作场景下会显得非常高效。我们可以随时查看快捷键列表，便于记忆，而且所有的设定结果都是可以根据谷歌账号进行设备同步的。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工具，所以没有太多内容可以介绍，重在使用体验。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安装试试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先告一段落，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添加联系方式，我一定会在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回复信息。如果想要获取更多内容，可在我收藏夹中按照分类进行查找，这里一定有一款你用完了就再也不想放弃的工具。来日方长，惊喜不断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